早上我们做一个炒粉吃。它里面是炒粉。这种有点像类似于广东的那种炒粉，因为我们家用的是米粉。你现在能放炒粉？对，腌的，过来点。因为放很久，你看，放久的是里面凉了，放久了那种。我看看。这么样，那有的人在泡了，这晚上也这么样，这么多泡了，差不多，可以。酱油。妈妈。等一下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小心哦。你那小凳子，哎，这边呢？别开吃啊。你的小凳子在那边呢。好不好吃？哎，烫烫哦。不吃啊。发展来哦，好长哦，哇！爸爸吃完了，快了。谢谢。不客气啊，不要不要。能找到吧？